大家好，欢迎收看《经典传奇》。在恐怖电影里呢，咱们经常能够看到鬼上身、灵魂附体之类的情节。那按说吧，这个电影里的桥段呢，咱不能当真事儿。可前不久呢，有一帮网友却说他们亲眼看到了鬼上身，信吗？不信的话，那咱们就一块儿去瞧瞧。2013年5月的一天。国内某知名网站的论坛上有一条帖子呢，吸引了众多网友的眼球。那这是一条什么样的帖子呢？发帖人说呀，自己8岁的女儿一到晚上就被恶鬼上身，很是吓人。听说呢，网上高人多，哎，求大家出出招，想办法把这附身的恶鬼从女儿身上给赶走。这条帖子发布不久啊，顶帖的网友那是不计其数啊。只不过呢，大伙不是帮着出主意，那怎么去这个驱鬼降妖？绝大多数的帖子呢，那都是骂人的，啊，都什么年头了，还拿这个灵魂附体、鬼上身这样的故事来忽悠人呢？有意思吗？那这发帖人要么是吃饱了撑的，无事生非，要么他就是别有用心，想哗众取宠。总之一句话，根本没人相信这帖子里面说的是真事儿。要说也是，网上的东西本来可信度就不高，而这个帖子里面说的事儿呢，那更是玄而又玄呢，让人实在是没法信。哎，骂完了也就没人理会这条帖子了。没想到就在网友们以为事情过去了的时候，这发帖人呢，他又上传了一段视频，一下就把大伙儿给吓坏了。视频里，一个披头散发的7-8岁的小女孩正在大哭大闹。这小孩的哭闹本不稀奇啊，她问题是这个小女孩一边哭闹呢，一边呢还做出撞头、摇胳膊、瞪腿等一系列让人不寒而栗的诡异动作，活脱脱就是一副鬼上身的模样。这视频的最后呢，小姑娘在吃了大人给的这安眠药之后，这才算消停了下来。那个安眠药这回事。哎，都说有图有真相，那这段视频他怎么看他也不像是装出来忽悠人的。难不成这小姑娘她真的是被恶鬼上了身？哎，这件事儿呢很快就成了网友们谈论的一个焦点。不久呢，我们的记者也听说了这件事儿。那为了查出真相，记者呢几经辗转，终于在四川泸州的古蔺县找到了那位在论坛里面发帖子的父亲。这人呢，他名叫王云，今年呢37岁，是当地一家汽车修理厂的修车师傅。那一听说记者是来了解情况的，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忍不住那是声泪俱下。真的。王云说呀，说帖子和视频那确实是他找人发到网上的。视频里的那个小女孩就是他的女儿兰兰，今年的8岁。这些年呢，只要一到晚上，孩子就开始不对劲儿，他就像视频里那样，各种怪动作，各种闹腾。你别说自己了，就连房东和邻居也别想安生。咋的呢？把这样这么大大的都弄我弄摔，你跟他说你是不是抓脚蹬你啊？这个邻居有的说是鬼附体啊，迷信方面嘛，就是被那个鬼附身啊，什么他见鬼啦，撞鬼啦什么的说。本来啊，王云他不是一个迷信的人，
对于鬼上身之类的说法呢，一开始他压根就没往心里面去，这小孩子嘛，啊，受点惊吓哭闹一下很正常啊，慢慢就好了。不过呢，很快这位可怜的父亲就开始动摇，为什么呢？他发现兰兰的哭闹呢，不但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会发作，而且呢，这动作也越来越让人觉得害怕，像鬼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其实我们农村那个法师说的是迷信，就是鬼迷到他一样。再后来呢，王云带着兰兰到附近的诊所和医院呢去检查过几次，那么一检查啊，医生们都说孩子很正常，身体没毛病。这一下呢，王云不得不相信女儿真的可能是被恶鬼上身了。为这呀，他还请了好几波法师到家里呢驱鬼，可结果呢，一到深夜，鬼上身那一幕呢照旧在兰兰身上上演。不久呢，王云又听人说，说网上什么样的高人都有，于是呢，他请人在各大论坛发出了求助帖。那么因为怕大家不相信，他还特意拍了女儿发作时的视频传到了网上，哎，这才有了节目一开始说的那些事儿。那么网上会有高人出现吗？上节说到，王云八岁的女儿兰兰啊，一到深夜她就跟这恶鬼上身似的，不但又哭又闹，还会做出各种让人不寒而栗的诡异动作。当然对于鬼上身这个说法呢，记者那是不相信的，他决定在王家呢待上一段时间，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哎，第一次看到兰兰的时候呢，记者怎么也不敢把眼前的这个文静温顺的小姑娘跟视频里那个披头散发张牙舞爪的女孩子联系到一起。这么乖巧可爱的姑娘，那身上哪有半点鬼气呀？哎，认识兰兰的人都说呀，白天和晚上的多数时候啊，小姑娘跟别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很正常。白天哈，她是很天真活泼嘛，只要晚上睡觉她才开始发病。一到夜深人静该睡觉了，哎，这时呢兰兰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好好的她突然就能闹起来。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睡下去的时候，还没有睡着的时候，他双手就这样抖动，这样抖动，抖动的时候，他就感觉很兴奋，又爬起来坐住，坐住，有时是铺着睡的，有时候是坐住的，坐住的还是抖动，抖动了，抖动几下，有时又起来走动。兰兰鬼上身时的动静，前面呢咱们都看过，不过呢，为了验证视频的真实性，记者呢还是决定对兰兰进行跟踪拍摄。这天晚上，兰兰一切都很正常，9点多，哎，她就上床了，并且呢很快就睡着了。那记者心里面还奇怪呢，啊，说难道说这上身的恶鬼一看有生人出现，他就不敢露面了？哎，这边的记者还在琢磨，那边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就出现了。熟睡中的兰兰先是手脚一抽一抽的开始摆动起来，紧接着小姑娘突然呼的一下她就坐了起来，喉咙里面呢还发出了怪异的呻吟声，再接着呢他还站了起来，歪着身子啊满床转圈。最诡异的是啊，小姑娘虽然闭着眼睛一副完全不省人事的样子，可是呢她却能准确的从一张床迈到另一张床上。谈到这儿啊，不知电视机前的您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反正我是觉得呀，就兰兰这个样子呢不像是鬼上身，倒像是电影电视里面经常能看到的梦游。可是王云说了，他不是梦游。那他这么跳过去自己知道？知道啊，你叫他他有人应啊，他是清醒的，不是不清醒，是清醒的。发病的时候你说是强行的压住他手吧，压住他下面，他是这样还是抖动，压住下面这样抖动，啊，他控制不住。只是看到女儿那样心情，真的，只有我才知道，痛不欲生。在记者跟拍的一个多小时里呢，兰兰像这样的起身发抖，差不多有30多次。而这样站起来边走边转圈也有12-13次，
梦游那确实不可能是这样的。这时呢，王云又说了，说今晚这种情况对这个兰兰来说那就是最好的了。昨天晚上兰兰一直哭闹到了凌晨四点多钟，那实在是累坏了，今天才算是消停了一点儿。总之，梦游也好，哭闹也好，甚至呢还有那些诡异的动作，都是在兰兰有意识清醒的时候做的。那有人要问了，说那不就是故意的吗？哎，兰兰说了，她可不是故意要这样，只不过呢当时她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她是说她就手控制不了，这咚咚咚咚的啊，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就是四点钟睡觉还是这样，晚上两点钟睡觉还是这样。虽然孩子小还不能用准确的语言呢向大人描述自己的痛苦，可是不用说大家也看得出来这是一种怎样的折磨。有时候呢王云实在是不忍心呢看兰兰受这样的折磨，他只有狠心给女儿强行喂安眠药。敷安眠药让她吃了一小下就睡着了，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亮亮在床上了。那兰兰这样的情况有多久了呢？哎，记者一问呢，王云呢又是一阵的叹气呀、啊，哎，事情要从头说起，那可是有年头了。兰兰半岁的时候，有一天，王云正在厨房做饭，孩子一个人在床上玩，突然呢，他就听到房间里面传来了一阵哭声。他自己轻轻地爬动，他在床下了。听到哭声呢，王云赶紧就跑回了卧室，把兰兰抱了起来。一看兰兰身上还好，没轻没肿，不像摔坏了的样子。不过呢，为了保险起见，王云呢还是到医院给孩子做了个检查。身体导出来是没问题，就没管他。小孩子有一个磕呀碰啊，那是常事儿啊。既然医生都说了没问题，那王云自然他就没怎么往这心里面去。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渐渐的，兰兰身上开始不对劲儿。两岁到三岁的时候，感觉他就说上楼的时候啊，一踢踢到没劲，没力气。后来慢慢地发现他睡觉的时候双手发抖，抖动，这样抖动，双手抖动。再后来呢，大概到了兰兰四岁的时候，这个情况是越发的严重了。他不光是双手发抖，一到晚上呢，兰兰就如同这个鬼魂附体一般，莫名其妙的就开始手舞足蹈，大哭大闹啊，还有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梦游动作。除此之外呢，王云还发现兰兰身上的另一件怪事儿，什么呢？这大夏天，所有人都热得大汗淋漓的时候，兰兰这身上呢却是冰冷冰冷的，没有一丝的暖气儿。可到了晚上呢，天凉快下来了，兰兰反而呢却开始浑身出汗。那这一系列的不正常现象让王云两口子那是心急如焚呢，他们带着兰兰四处求医。可一检查呢，所有的医生都说孩子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没毛病。也有医生说呢，孩子可能是有点缺锌啊，补点锌就好了。可各种药吃了不少，兰兰的情况却没有半点好转，没有明显效果。最担心的就是他的病一天天的增加，一天天的对生命有危险。是啊，孩子身体有状况却又查不出原因，你说做父母的哪能安心呢？哎，这时候呢，不少朋友熟人啊他就说了，你们家兰兰那弄不好是让什么脏东西给缠上了啊，所以医院才治不了，那还是找大师给看看吧。哎，信不信的，这时候他也没别的办法，王云呢只好烧香拜佛，请神贴符啊，反正能用的招啊那都用遍了。师傅都跟他做了，经常收鬼啊，看就说他奶奶的坟墓啊不好，在家里来喷那个油，那个火啊喷出来高得很啊。当时喷油火，喷油火孩子在身边的，喷了很高高的火，孩子肯定吓得大哭。求神拜佛的结果那不说大家也都猜得到，没用。一到晚上，兰兰身上那还是照旧发炎。接下来该怎么办？大姐说道，
王云两口子看医生请大仙儿啊，都没能找出兰兰鬼上身的原因。不过呢，打这以后啊，王云不再相信鬼神这一套，他决定哪怕砸锅卖铁也要把兰兰的情况搞清楚。从此啊，成都重庆的各大医院里经常能够看到这位妇女的身影。六年了，我们六年了，就是不停地在找医生，不停地跟他看。几个大医院的医生一听说兰兰的这个症状啊，也都很是吃惊，啊，没见过这种情况啊。不过呢，大医院的医生毕竟是见多识广，有个医生看了兰兰发病时的视频之后啊，他就提出了一种推测，说兰兰搞不好啊，她得的是舞蹈症。舞蹈症，没听过吧？哎，没听过那也不怪您啊，这是一种很罕见的疾病。发病率呢还不到10万分之7，啊，比如说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女孩，那就是一个舞蹈症患者，从5岁得上这个病开始，小姑娘呢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停地手舞足蹈，哪怕人已经累得是精疲力尽，可这手脚呢还是停不下来。一开始呢，医院也是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啊，有医生查阅了国外的相关资料，才确诊这是一种叫做全身性肌张力障碍的罕见疾病。那人之所以会得这个病呢，那是因为大脑当中用来传输运动信号、控制肌肉运动的脑细胞，它出现大量的死亡，导致人的这个运动功能呢紊乱，身体各部位的肌肉群失控后，它就开始毫无规律的胡乱扭动。哎，病人呢就跟永远停不下来的舞者一样。哎，这舞蹈症患者的动作和兰兰发病时的那些怪异的动作是不是有点像？那么兰兰得的会不会就是舞蹈症呢？医生呢在给兰兰做了针对性的检查之后，一开始啊觉得很可能是患者一般的上肢不自主抖动，伴有汗出，然后夜间晚间不自主的发作，这些情况是临床表现是符合肌张力不全。可很快呢，他们自己呢又推翻了这个猜测，因为他做了个24小时脑电图监测及院外的核磁共振做检查，他都是正常的，并且用了药，效果不理想，他还是有反复的双上肢不自主走动，对他的辅助检查明确的支持他这个肌张力不全。成都华西医院一个教授说，这种病例在我们国内没有经历，只有国外才有。原来经过脑部 CT 扫描，那么医生发现兰兰的脑部呢没有异常，脑细胞的功能和数量呢也都没有问题，可以确定她不是舞蹈症患者。后来呢，王云带着兰兰又去了北京，把北京最出名的医院呢都看了个遍，可惜啊，迎接她的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又去过北京301医院，去过北京316医院，去过安定医院，每家医院出的针标都不一样，开的药也不一样，吃的药也不见明显的好转。全国最好的专家都瞧不出毛病在哪，那这兰兰到底是怎么了呢？哎，可能有老观众啊，他会想啊，说咱们节目各种各样让人匪夷所思的怪病，那说过不少。很多病之所以怪呢，那就是因为这病根啊，它不在身体上，而在这儿，它精神上出了问题。那比如那个自称5年没吃过饭的冷云冷大姐，还有40年没睡过觉的李占英啊，这两位怪人最后呢都被证明了他得了一种精神疾病癔症。对了，咱们从前呢还讲过一个据说也是鬼魂附体的女孩的这个故事，大家还记得吧？说贵州惠水县的高中学生吴琴，自打一次上课晕倒，那么醒过来之后，哎，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不光老师同学，他爹妈他全都不认识了，连说话的口音都变了，还一口咬定自己家在福建，自己是福建人，他还报出了自己家的这电话号码。那么人们顺着这电话一查呀，耶，那还真是福建的电话。当时呢，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吴琴呢，他是被鬼给上身了。后来呢，记者请来这个心理专家一治疗，才知道感情啊，这吴琴呢，他是因为生活和学习的压力太大，他得上了一种叫癔症的心理疾病。那么这个病呢，让他产生了一种幻觉啊，自己不是穷山沟里的农家孩子，而是大城市里的姑娘。那至于那个福建的电话呢，只不过是很多年前路过吴琴家的一个福建小贩留下来的。总之啊，
很多常人无法理解的怪病呢，那都跟精神方面啊，比如说癔症有关系。那么兰兰会不会得的也是癔症呢？哎，有医生这么一说呀，王云呢还真就想了起来。早些年呢，因为一次偶然的意外，兰兰曾经受过一次大的惊吓。还有一次经历是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替他骑着摩托车从车上摔下来过一次，他就可能当时就被吓住了。当时他就想了，他会不会是这次受的这个惊吓让兰兰的精神出了问题呢，并且引发了那些诡异的症状呢？可惜的是啊，后来呢有精神科的大夫他仔细检查了兰兰的精神状况，结果呢还是查无此病。总之兰兰的情况让所有的医生都摸不着头脑，束手无策。而最痛苦的那莫过于做父亲的王云了。整整六年他都在为孩子的病而奔波着。六年来王云基本上没有睡过一个完整觉，每天他都得等着兰兰闹完了睡着了才能放心躺下睡一会儿。为了给兰兰治病，王云不但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卖掉了房子，还欠下了4万多块钱的外债。原本还算过得去的这家庭变得是一贫如洗，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让这个才30多岁的汉子显得格外苍老。绝望中他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放弃。找亲戚找朋友吧，该借的钱已经借了，外面现万债超千万，就是说想去治疗也没办法，因为没钱了。那时候啊，不少亲戚朋友都劝王云说，算了啊，作为一个父亲你已经尽力了，实在不行你就放弃吧，你不还有一个健康的孩子吗？而更大的打击来自兰兰的妈妈，王云的老婆。多年的奔波劳累让她再也坚持不下去了。现在就是她妈妈嘛，知道小孩要很多的钱来医治嘛，已经选择离开我了，已经离婚了。她不要孩子，但我还要孩子。做母亲放弃了，可一个父亲的责任却让王云选择了咬牙继续坚持。没钱上成都，上北京去找专家，那就想别的办法。前不久王云听朋友说，农村呢有个土方子让蜜蜂蛰人啊，能治不少的疑难病症。走投无路的王云呢，他决定不管怎么样那都要试一试。很多大医院我们也去看了，没办法，心里没谱了，就是就试一下吧，用蜜蜂呢跟他追。这个土方子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把这活蜜蜂啊你放到人的穴位上让它蛰。那被蜜蜂蛰过的这个观众呢应该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啊。而兰兰一个8岁的孩子却要天天经受这样的痛苦。可以说呀，蜜蜂蛰在女儿的身上最痛的却是父亲的心。啊，真的很痛苦。这样的画面呢，我想电视机前的任何一位观众都会觉得心酸和感动。那么经历了这样的痛苦会不会有一点点的效果呢？很遗憾，兰兰的病情依然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所有的努力换来的还是失望。而这个时候呢，除了精神和经济上的重担，王云还要承受另一重压力。什么呢？前面说了，为了给兰兰治病，王云把家里的房子给卖了，他带着2个女儿在镇上租了一间房子住。可是呢，因为兰兰每天晚上一发病那都是又哭又闹，那么时间一长，一起租房子的邻居们那就受不了了，他们纷纷向房东李大姐反映。有人还跟我说叫我赶他走，说他孩子晚上跳起来吵啊。有时候哈，我都觉得感到影响我们，主要是又看到非常可怜。对于邻居们的不满，王云也能够理解，谁能天天受得了这样的吵闹？所以呢，他都做好了卷铺盖走人的准备。
让他没想到的是，好心的房东不但没有逼着他跟孩子走人，反而呢还耐心的给邻居们做工作，把他们给留下来。不但如此，看王云经济上确实困难，两年来啊，李大姐都没有开口向王云要过房租。这个孩子呢8岁了，你看见过没有？这不高，但是很聪明啊，唱歌唱得非常好听，我也喜欢他，就是他个病发起来，哎呀很，你看见你的心里不舒服了。正是在这些好心人的帮助下，王云才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面前挺了过来。最近两年呢，他一个人照顾两个女儿，又当爹又当妈，还要修车挣生活费，过得是无比艰难。但是他说了，自己绝不会放弃。我们有一十分希望，得尽万分努力，一定把小孩治好。父亲的这份坚持呢，尽管暂时还没能换来兰兰的康复，但让王云感到欣慰的是，兰兰发病的时候虽然很折磨人，可不发病的时候她却是一个最懂事最听话的乖女。这个从来睡不了一个好觉的小姑娘，学习成绩呢却一直都没有落下过。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她也一直在坚持着。兰兰阿姨问你啊，你每天晚上都睡得着觉吗？睡得着。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是。那你在那个发病的时候自己知道吗？知道。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做什么？那你手抖的时候什么感觉吗？很难受。让记者高兴的是，王云的坚持不仅感动了身边的人，同时呢也感动了重庆新桥医院的医生。不久前在得知了兰兰的具体情况之后，医院做出决定，抽调最好的医生，组成一个专家小组，专门针对兰兰的怪病呢搞一次公关，而且呢还免除兰兰治病所有的费用。希望刹那间又在前方亮起。那些为什么病子上每天像妹妹一样，每天像妹妹一样倒点水冲。哎，今天呢我又给别人讲了一个有偷无过的。不过呢，红玉有一种强烈的期盼，就在不久之后我能把一个光明的结果告诉你，不为真相，不为奥秘，只为了那如山的父爱和坚韧。祝福王云，祝福兰兰。